近日有网友扒出张哲瀚曾多次对合作女演员动手动脚，并且在社交平台上开黄腔调戏女方。据悉，张哲瀚和鞠婧祎曾合作电视剧《云汐传》，但是在花絮中可以看到，张哲瀚一直在用手指按压女方肩膀，鞠婧祎无奈的抿嘴翻白眼，甚至在拍完吻戏后用腿压着鞠婧祎不让她起身。在片场对鞠婧祎也常有小动作，女方行动抗拒后，张哲瀚依然不改。在社交平台上，张哲瀚与鞠婧祎互动时还发表大尺度言论，鞠婧祎大粉曾呼吁张哲瀚应该对合作女演员保持距离，就一句话，恶心。不仅如此，早期在某档综艺节目中，张哲瀚在与王志拍完激情戏后发表的不当言论就曾引起热议，网友纷纷表示张哲瀚这是咸猪手，职场骚扰，没有职业道德。范范想说的是，无论从事何种行业，大家都应该有最起码的道德准绳，更应该尊重女性。大家对此怎么看呢？就想亲，那种兽欲就上来，就说那种激情就上了，挡不住我停不下来。